古天乐、孙轩和林峰20年前合作的经典电视剧《寻秦记》这日终于都落实开拍电影版了，原班人马再次合作，大家都好期待啊。那不知古仔又会不会唱埋电影的主题曲呢？都说不会咯。至于古仔的另一部作品《明日战记》，还是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科幻片，预告片一出大家都已经很期待，相信到时电影一定会更加精彩了。其实呢，那部戏有很多我们是没有剪到出来的，因为我们不想给太多大家看，因为有些人都有说、是不是最精彩的那些已经剪了出来了，我们刚刚相反，只是想给少少大家看完先，因为有很多更加精彩的，留待部戏那天上的时候，我希望给个很大的惊喜大家。明日战记的制作比美荷里活的级数，那不知道戏里面的另外两位主角嘉玲姐和青云哥收的又是不是荷里活的片酬呢？我是的。我也是的。既然都是荷里活制作了，那当然要荷里活的片酬。